那你们在这儿等候消息，我和上官同志去找徐海峰汇报一下情况。排长，我炸药已经用完了，需要补充。现在不光是炸药用完了，我们的弹药也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刚才林双在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？排长是这样的，我们上次找唐顺之要物资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所有物资都给我们了。如果再需要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太冒昧了？是啊。 上次带我们进黑市的那个阿杰，我们要找找他，他会不会有办法呀？阿杰现在已经不做军火这块的生意，不过你可以联系他试试，如果需要经费的话，你先让他垫付，回头我给他。好。见到徐海峰同志应该提一嘴，万一他那边有办法呢？徐海峰同志需要协调的事情太多，这种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就别给他添麻烦了。沈飞，特高科在租界有很多耳目。 你要注意安全，了解，心里有数。阿杰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嗨，什么请不请的？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义不容辞。 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需要一批军火，你有渠道吗？虽然说都在黑市上讨饭吃，但是隔行如隔山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帮得上忙的？军火生意跟别的买卖不一样，牵扯到各方势力，关系错综复杂的，我只能试一试，成不成可不好说。 这个我理解，安全最重要，不能过于冒险。如果你这儿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好，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军火？炸药，威力越大越好。哎呀，这阿杰怎么还不出来？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急死我了都！我说胖子，你要真着急，你自个儿进去看看行不行？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着急啊？你再碰碰试试。别吵了，阿杰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哎，真对不住啊，我找了几个兄弟，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渠道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辛苦你了。哎，辛苦倒没什么，就是事没办成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啊？现在怎么办？啊？ 先回去再说，实在不行就从日军那边想办法。行，走。